邋遢、慵懒、贪睡，该做出改变了。讲究卫生，注意形象，克制食欲，锻炼身体，做事专注，走出舒适圈，结交新的朋友，微笑面对生活，生活会因此而改变。加油，年轻人！前进一步，却倒退三步，苦苦追寻，却得不到结果。为什么努力却得不到呢？朋友，你努力错方向了。方向正确，让你高歌猛进；顺势前行，让你势不可挡。道路优势，为你创造捷径。加油，愿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冲啊！